瑞士印度路，别 diss 我，别翻白眼，三整个，你知道？豆瓣差评。明明就是最后一个线索就能找到所有东西，干嘛要前两个？大舅、二舅、三舅是999号啊。对。你试一下松手，你看你还在不在空中？你整个打开，你享受这一刻。我的，啊，我这刚刚喘口气了。哇塞，啊，有点高，踩上去，踩上去。是，好，等会儿啊，姐。你要不要把那个袖套扔下来？这是缝的。不是，不是，哎，这我要求太高了。你这头驴怎么多两个爪子？我说实话，这头驴为什么有6只脚？我不理解，刚才说让他注意脚下，程程告诉我注意哪个脚下？对他们刚才让我注意脚下，我说哪只脚？我们现在这个装到演漫威的都没问题。你是希瑞的那匹战马吗？来来来，坐来两个，炸死他们！也是。哪个奥特曼吗？看见爸爸的肉吗？呀比囧囧囧，呀比囧囧囧。翻船怎么办？我不会游泳，不会游泳的。有救生衣。哎，有救生衣，这是长江，长江会飘走，飘得很远，你船都追不到。有救生船。我的救生衣翻过来了怎么办？没关系，脚在上面，头在下面。有保险公司。我要走。妹妹，哎，我们来到人间，感觉怎么样？感觉人间的变化好大哦。就是，让那个法海嘛逮我，还不是让我们俩给跑出来了？就是，带黑牛看世界。黑妞，鞋又把鞋脱掉了，真是，哎，带老李头看世界真的很累的，自己扛车下来，带着黑牛很累。哎，说春泥的，这个呀，春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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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春泥，下面就是春泥，春泥。穿你，穿你，穿你！就想着想着，找一个慢跑的短裤短裤女生。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谁还比我短？我们哎，我觉得动霸突然编一个动作，我们是天霸。霸，天，霸，动，动感觉是很适合这个动作。你看，天动，你看天天霸动，霸抓，怎么样？好，我们是天，你不是啊？天霸动霸霸，怎么样？哇，这简直是跑男录到现在为止、这个、最漂亮的一期，最漂亮的一期，口号最简单，最有内涵。对对，还要帮我接下来想出词儿了。掉了掉了、老沙要是间谍真的是。我们都知道古代的军队日常训练十分严苛，史记中就曾记载，士兵们方投石抄炬，就是说士兵每日练习投掷石头和跳跃等技能，军中还会以各种方式选拔精锐士兵成为瑞士。瑞士，这不瑞士在这儿呢，这是瑞士本瑞，这有一个瑞士。今天的训练项目叫做投石问路。
投石问路，两队将轮流成为工程队和守城队。工程队15个沙包，守城队10个沙包。每轮游戏都由工程队率先投掷，沙包投到的区域会升起支撑杆，随后由守城队进行防守，守城队的沙包投到的区域支撑杆收回。两队投掷完成后，工程队将利用剩余的支撑杆爬到墙顶，摘下旗帜，最终总用时较短的队伍获胜。获胜组中用时最短的人可以获得一块线索玉佩。明白了，请大家穿上威亚服在里面，让我们玩的时候有个保护。好，护膝跟护肘一定要带上啊。我的妈呀，天哪，现在大家走路都是外八字，这一会儿功夫再过两年我们都成这样了，我跟你讲。确实有点太紧了。哎呀，为大家科普一下，古装戏里面这叫全网。全网是做高难度动作的时候穿的，我们一般都用半网。对，在这个保护的好。对对对，是这更安全。但是这一趴可能得给我们批瘦一点，因为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会到我们的身上来。沙哥才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人，甚至很自然。而且你看走路咱也不像他们的呀。平常就这么走，适应了是吧，融为了一体。所以两队现在决定，你们哪队先是攻城队，那另一队就是守城队。他们攻吧。行我们攻、哎、有没有问过我们队的意见啊？这么轻松的就决定了，就这么随意，就这么随意。你有问过我们的心情吗？今天确实时间紧迫，不需要问。没事，你们就先来吧，反正都要再交替的嘛，一样的。你看导演说了，先来吧。咱们分点战术吧，一人三个。我觉得就是打九啊八呀，九八七都行，七啊都可以，尽量这三个中间那三个吧，好像想打哪儿就能打哪儿似的。哎，但这样很不公平，我们打九，他一打我们的九没了，那根本上不去。所以是这样啊，你可以在九上打十颗球，对，你底下都打满，我把你们打满。来吧，你得粘到上面才算。来吧，先感受一下。OK， 可以，至少没拖吧？试一下九啊！哇，漂亮！来个六是不是好一点？高一点那排的六，七也行是吧？可以。这仨有什么必要吗？需要你们的意见吗 ？OK， 非常好，非常好。还有，可以。我来，这是六，哇，可以，这个算什么？这不算，脱靶了就没了，无效。嗯，哇，还是七，哎，这个厉害，可以，哎，多了，哇，哎，这可以，哇，我们要保一下下面的，对，那个六真的得有，六是吧？这太远了吧？劈叉劈那边去了，这太远了吧？劈叉劈那边去了，在上面做平板支撑。劈叉，说不定我那颗六就是制胜球。还一颗我们往哪儿放？我又可以保一个四哥。OK， 来吧，给我们出杆。他们有几个球？十个，那我们肯定上不去啊，肯定是能重复呀，肯定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结局。咱们只要把下边这两个打完就完事儿了。这三个啊，来吧，你先来。哎呀，漂亮，收了一个，再把下边这个也下面那个去掉啊，去掉。哎，王总。没了，我就说下面得多保一点，不然你都没上去。再来哪个？上面那个。上面有两个，哎，上面两个把中间这个打掉。他把那两个再打了，咱们就上不去了。那俩能留一个，或许还有希望。哎呀，我试试吧。呆，我去，呆，
我去，我去，这是不是违规了？不能这样。这回哪儿违规了？我们给你打气呢。我这给你加油。撒气，撒气。哎呀，哎呀，哎，哎呀妈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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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一个。那两个中间的呀。把七打掉比较好。哪个？这个七七。这个啊。哇！哇！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太难了，这得怎么荡过去啊？这个没得玩了。你看一个人的身高就到这，然后那三格你都摸不到的。跳一下。你试试吧。那我来吧。你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哦，我知道了，陈哥。哎，从这儿到那儿不可能，但从这儿到那儿可能。对，我只能从这儿走。对，说不定我那颗六就是制胜球。这可以刮这些，我们可以爬这些。这一看玩过攀岩，啊，对吧？我试一下。你可以怼他进去，然后爬这个洞，对吧？好，伯明浩，请准备。我去！哦，哇！哇！脚踩的那个对，哇！哇！哇！你应该能成功！哇！你不愧姓侯啊！你应该能成功。成功了，有时间限制，快快快快，成功了，成功了，哇哇哇，哇，惊啊！范丞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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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有何关系？人家姓侯，你的饭你不能白吃。我他是怎么上的去第一条？跳用跳的吗？哦，扣那个扣对吧？范丞丞，范丞丞，这腿已经开始软了。你是想上还是不想上？可以的，来吧，陈哥。陈哥，说实话啊。我如果没上去还行，但是你啊没上去，内讧了，开始已经开始内讧了。这人现在给自己打圆场都打成这样了，你这年轻的不往上上，还让忽悠老头往上爬，怎么也得留一个帅点的画面。关键我真的我体重太大了。哎呦，我的天，哇，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啊，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啊，这绝对经受过刺客的训练。哇，看着我脚都在使劲，脚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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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跳跳跳！哇，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去了！啊！哎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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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很厉害了，还说自己不是刺客，还能上去都是厉害。白鹿，请准备，来吧。白鹿，你肯定可以的。对。
不用棍儿哎，这个杆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啊？你是在攀岩吗？就用动就可以了。慢点，慢点，慢点！你踩住，踩住，那个脚踩住，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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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往起站，脚的脚，另外一个脚的支撑点，站，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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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那洞里能不动吗？哇，成功了！换脚，对。哎呀，我的衣服都烂了！那个脚，那个脚踩一下，对对对。哇！哎，骑着骑着，漂亮。白鹿都能行，我都已经蓄势待发了，我感觉我肯定也没问题了。哎呀，我两个大拇指快烂了，好痛啊！凯琪姐，你先上吧。我来下一个吧，因为我不想再看了。哎呀，高门啊！高门啊！急得粤语都出来了，高门啊！想去边度大佬？走走走走！放心即刻过。我的袜子好黏啊！我的袜子！哇，这袜子好厉害！这袜子哪儿买的？是节目组给我的。哎，搞搞唔掂。好黏袜。我太厉害了，上去了，上去了。谁设计的游戏？这咱们这个奔跑吧的导演。啊！我的脱粉。哇！好痛，好痛，救命！哇！刚才那一步是怎么实现的？哦，好轻松。哎，这是腿长啊，他还快呢。这个袜子，我跟你说，节目组的袜子不咋地。走，对，哇，让拿左手撑一下。啊，哇，好。啊，哇，亮亮亮亮亮！范丞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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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丞丞肯定没问题，人女生都上去了。我可以上，我能上，但是我上就是笑柄。晨晨，你不脱鞋子啊？我不想把我的大拇指废掉。你大拇指进去那个洞真的容易很多哎。我四四的脚，咱俩的大拇指可能不是一个大拇指。等一下，四四的脚，你的大拇指能比这个洞还大？不是，而且我那二拇指都更长一点。我一进去是俩，我插不开呢嘛。那你就更应该用了，你的力道比别人强，两个钩子。哎，来吗？加油！穿一下，穿一下，可以，拽住我就行。
你双手拽一下，双手拽一下。等会儿，等会儿，魏阳老师拉好。魏阳老师已经快把你的衣服扯掉了。魏阳老师现在都坐地上了，都已经。空中悬停，撑一下。哎呦喂！怎么那么丑陋呢？从后面看就跟线掉了个名牌。这雅观吗？不是，不叫雅观。先双手撑上去，然后用脚踩住。对。然后用脚踩住。你试一下松手，你看你还在不在空中？你整个打开，你享受这一刻。我的，啊，我这刚刚喘口气了。哇塞，啊，有点高。踩上去，踩上去。是好，等会儿啊，姐。你要不要把那个袖套扔下来？这是缝的。不是。哎，这我要求太困了。哎呀！啊！放手，我够不着急。啊！哇！全程用时4分02秒，恭喜！恭喜什么恭喜？接下来我们双方互换，来吧，咱们来，咱是多少个？工程队依然是15颗球，守城队10颗球，一样。怎么扔呢？我觉得就集中一点，不让他左右。对，行，咱们就按中间三条。你来，你近一点。往下，走开，别近身啊！好，这球飞挺远，对吧？哎呦我，好，可以，漂亮，好球，好准！呀，六，他全连起来了。我觉得是这样，咱们10个球只打6以下就可以了，就6以下全打掉。OK， 上面不要了。滚！耶！太残忍了吧？这不跟他们差不多吗？我们上面还好走一点。他们把这全打完，咱们扔上去？不知道吗？就只能抠了，一定可以抠了。云瑞，你先开条路 ，OK 了。好轻松，哎呀！哇！飞檐走壁。可以。我可以，根本不需要扣动，我踩到裙子了，小心啊！哇，这年轻人，我的妈呀，还可以，用时29秒，恭喜！29秒是目前最快的一位，开始了吗？结束了，应该你们所有人加起来的时间是我的时间吧？我来了，使一点劲儿就够上面那个了。哎，小心！慢点！滚！好！好！张楠。好，抓住了，对，
左边那个棍可以用力，左脚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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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加油，右脚，右脚的棍，右脚踩棍，加油，他只要到了劲儿就很好上去，对对对对，好，上面留的太好，对，上面真的，对，好，哇，你这个，给点劲儿，给点劲儿。对，他们这太好爬了，对，他们的非常好爬，小心，你别给他带下来，哎呦，哎呦，这是球，哎哎，哇，加油加油，哇，你怎么还能踩球呢，哥，球真的可以踩，哇！沙哥，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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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哥好厉害！哎呀！正正多秒！耶！夏天啊，效果不行。什么法儿？效果不行。沙哥用时40秒，我用时4分钟。以后管我叫范爹得了。我这好高啊，哇，好痛，这么痛，好痛，加油加油，不行不行，你还是脚还是得在那洞里，哇！啊！给你扣一下，他头发都长了两只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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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发出了平时唱歌音域以外的音，脚疼，大脚趾头疼。行了，厉害厉害厉害，呵，厉害，啊，哎呀，好痛！程程啊，这一趴剪完呢，你自己，我跟你讲，你看不看这期节目？我当然看，就这一趴游戏，我自己一个人站了5分钟，我能不看吗？看凯哥那个充满压力的背影，他要创造的是奇迹。凯哥在想最帅气的方式，他现在在想他能怎么一脚蹬上去。凯哥，对呀，啊，凌波微步，喂，漂亮漂亮。袖子，袖子，袖子夹上了，袖子，袖子夹上了，袖子，袖子。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袖子，袖子跟袖子，袖子，你撑一下右手，把袖子拿出来。好好好，好好好。哎，凯哥到刚才为止真的非常的帅气。哎，又是个公主。哎，又是个公主。谁设计的衣服啊？第一组工程队用时9分29秒，第二组用时4分22秒。恭喜凯哥在获胜组中用时最短，请来领取你的玉佩 ，Mr. Kai。你这么努力，你是荆轲吗？刺客联盟的领导者。稍后，凯哥可以拿着这块玉佩去大街上打探代号为荆轲的使臣或者是统领的线索。其他各位大人，接下来。你感觉是不是穿鞋走不动？能走动啊？是吗？哇哇哦！
爽吗？这感觉？哇！我的妈呀，这儿好深啊！哇！还没开始。这么快就泥潭大战了？来吧，来吧，来吧！你就对付那个人参娃娃，我对付橙子，我对付沙哥，我必杀他。等一会儿，先会为大家播放音乐，跟着音乐在泥潭中跳舞，请出歌。是不是这儿有个麦人呢？在我后面干啥来了？干什么来了？哥，你要这样的话，上！现在是跳舞时间啊！还没有上去。真蛮力没有智商。OK， 我知道怎么玩这游戏。OK， 开始吧，真正的开始赛，咱来试一把。试一把。我别别什么？什么意思？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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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开始了。什么意思？你再说一个。王强，这是玩真的还是认真的？好，我们来为大家揭晓一下。这一轮大家的拍照情况，太丑了！周星为什么要吐舌头啊？因为我要掉下去了。给后期给我修修图行吗？孙珍妮没露出来啊？对，孙珍妮怎么不算？五官没有露全，得把五官露出来是吧？五官。周深的一只脚已经离地了，所以也算你在台子上。不是，他的脚碰不到地，他不够长，不够长。这不够长就优势怎么了？这一轮你们抽到的幸运星分别是谁？耶！是我有根反常的。所以这一局胜出的是晨哥、白鹿、baby、大勋和。周深，你们都站在了台子上，且五官都被成功拍到。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不是你，你们能给我俩端弄一卡特？你看他在那干啥？这是坏老头。请两队抽取幸运星，来抽一个。我抽一个，我抽一个。抽。我们就都尽力吧，就不说了啊。好，又啊，你刚才做的非常好啊。对啊，咱们整体战术就是成功了。但我得赌，我也不知道谁是幸运。你不用赌，你只要能把他弄下去就行，因为他上来还得推别人。对，或者是，但这次我不一定一个人能糊弄过他了。他现在你看，他现在已经来了，绝对的泥鳅。他现在已经开始暴走了。啊。他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他把自己裹成了叫花鸡。来吧，在跳是爱情如烈火，心在烧，狂热是我。
摔跤了是吧？摔跤了是吧？你们不要再摔跤了。谁来？镜头看镜头。谁干的？凯哥，是你吗？我让你变成李妮，春妮，你是？我要变春妮了吗？你要变春妮了，我跟你说，这个太绝了，大家都往人家脸上糊泥吧。你不觉得这泥敷到脸上，脸上就紧致了吗？我现在全身都很紧。我现在很紧致。现在头发后面，我头最紧，头皮有点紧。你看我这一块，我都是硬，一块死泥。程程，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给你头发好好抓抓。我们看一下这一轮大家的拍照情况。哎，我还在。我在吗？你在下面。我算吗？只有 baby 吗？只有我。只有 baby 站在了台子上，且露出了五官。哇！哇塞 ，baby 姐，你细看我都没找着她在哪。我也没找着我在哪，但是我在。好有史诗感啊！为什么？所以 baby 是幸运星吗？是。恭喜蓝队得了两分。哇！你是啊？我是啊。你不是吗？我不是。接下来进行第三轮，你抽吧，孙珍妮，请抽取幸运星，抽签去。哎，你来这床上直舒服，你泡吧。这不是两个沙雕吗？不行不行，我这哇，这都湿了后面。我还是不说了啊，自己好，不随意发挥啊，大家。好。小李老师。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之前有学过这个舞蹈啊，大家恢复一下记忆。投篮那个吗？对。那我们要好好跳，请出歌。忘了，我忘了，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我也忘了。他这个买了！
请陈哥掌声。谁揪我头发？一共就这么几根儿。谁揪我头发？都这个岁数了，留点儿吧。别好玩了，没事，就是上不去。我转周身的时候，下陈哥给我一杵子。哎呦我去！我去。都还好吗？再来十轮。再来十轮。今天不胖死不行。行。给我胖富了为止。我不要人参了。求求你们，我不要人参了。我自己去种。我再也不劳而获，不劳而获了。不是，我的头为什么这么沉、啊？因为你已经没有头发了。这都是泥。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一轮的结果。哎，我五官还在。我在，我在。感觉范丞丞只有个头哎。你看我。但是我要说我蒙住陈哥的嘴，最后他用舌头舔开。你太拼了。我们比较明确的是，大勋、施博宇、周深、沙哥在台子上且露出了五官。Baby 在台子上吗？我最后是跳起来的，我抓着我前面的人。悬空的，对。Baby 五官露出，我呢？你根本就没在台子上。我这样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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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他背后。没有没有，这个高度显然不对。怎么我是？你看我有人多使劲揪我的头发，那高度能对吗？谁揪你头发了？那个手是谁的？黑手，幕后黑手。那只手感觉很诡异啊。目前为止，蓝队暂时领先。还有几局，还有几局啊？再有几局可能就看不见我们了。还有一些局，还有一些局。请大家抽取幸运星。不是，现在我都分不出粉队和蓝队了，我就把谁都往下推。现在分不出粉队和蓝队了，我就把谁都往下推。现在，走开！你干嘛去？你去那边，我以为你们看不出来我。你得从下面潜过来。怎么就手气这么好？走开，走开！哎，啊，走开！哦，啊，你刚试的炼丹炉里刚出来吧？啊，我。那我要改变一下战术。我们就是尽量把人往下拉。对，你把他们拉下去。那你得这么着。可以啊。那我们拉。请出歌。请出歌。喂喂喂喂喂，白鹿怎么过来的？你往哪溜达呀？你溜达啥？干嘛追着我？不绕圈圈的，绝对不是这个，绝对不是中间这个。白鹿，绝对不是中间这个。哎呀，腿差点没给掰折了！哎呀，这就是我向往的跑男吗？
意思。你刚刚干啥了呀？你刚刚干啥了？我这有没有人拍上？你刚刚干啥来着？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一轮的结果。范丞丞在上面呢，他不在上面，不在上面，我腿在。那个错位图，屁股是我，这张错位图，这真是我，这是我的屁股，这绝对不是范丞丞的屁股，我的，这像沙哥的，这是不是你的屁股？这是我的屁股，沙哥的，是我的屁股，这是我的。现在大家抢屁股。我牙真白啊。这一轮没有成员胜出。我现在是不是只有五官在外面？没有了，啥没有？没有，你只有眼睛在外面，你牙跟眼睛在外面。魏大勋眼睛已经合上了。魏大勋眼睛都合上了。我歇会儿。现在其实分不太出来魏大勋和晨晨，你们俩很像。不是，我给你照照镜，弄成中分，给大勋弄成中分。我不分。很好看。好看。哇。兵马俑，我没想到跑男最先用了两个 AI。都来吧，深深。No， 你别藏着掖着了。不要！无力反抗了，周深。他们真的好好笑。OK， 现在咱们仨能合照。OK， 咱们仨。要露牙啊，露牙笑。这改名叫动物世界得了，这样，还有那个海报那个是吗？不是，鳄鱼。你是鳄鱼。好像好适合。你帮我猜什么动物？好像一群妖怪。你们留在这儿吧，真的。接下来是最后一局，请两队先抽取幸运星。能换一个吗？为什么我每次都抽他，他每次都抽那么我？等一下，不对，不是他抽。你想干嘛？我看不清我，看不清是哪一队了。请大家加油了，最后一局。妖魔鬼怪就位，把他们全部拉下马。对，我们要的战术就是谁也别好过。我要上台。上台。我的秘诀就是扒拉这成哥，这把谁也别想上台。最后一轮，请出歌。叮叮叮当当叮当叮叮叮当当当 ，Safe and the unlock。
要了命了。这不是游戏，这绝对不是游戏，这是报复，这是报复。我们现在这个装造演漫威的都没问题。你是希瑞的那匹战马吗？来来来，多来两个，炸死他们！别吓人！你是哪个奥特曼吗？当年爸爸的幽默。这小孩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为大家公布一下最后一轮拍照。范丞丞，范丞丞，原来是你，范丞丞，你差点让我吃了。魏大勋吗？复刻一下。周深，你还拿脚拐着？周深，这小姿势拿的还不错。好像是真的没人注意到他，他太小了。跟我这个这样，我能注意到他。这迷他的每一张都很有幸福感。所以这一轮成功的成员是施魔宇、周深、晨哥、程程和孙珍妮，恭喜各位！最终恭喜蓝队胜出。蓝队已经累计了十颗人参，粉队五颗人参。你们吃的都流鼻血。上完赛，根据大家的年龄和性别分为三组，每一组只有一个人获胜，这三个人是第一轮可以登船见证的人。好啊，就是我们三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获胜就行了。哇，什么叫只要有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人获胜。咱仨可不是一伙的啊！六六，你是不是假装没听懂？六六，六六心里明白的很。六六，我知道，你肯定行啊！还是糊涂装。六六绝对有身份。来吧，哎，指压板 ，no！ 小竹笋。吓了我一激灵，早说呀，我这星期都不洗脚，脚趾厚点，脚皮厚也过不去啊。我真的我会死在指甲板上，太夸张了，这个疼，我不想，我不想玩了。准备，3、2、1。兄弟们，我先走一步，我在这儿就已经落后了吗？腿长的就是有优势，对不对？不好意思，哥们儿，加油！哎，怎么还抢？哎，怎么还抢跑道呢？哎，怎么来这个？两个第一次体验的新朋友们，感觉如何呀？哇，酸爽不？啊，太疼了，太疼了！啊！哎，不行，我回不去了。关键是疼还叫不出声，嘴里有气球。救了老命了！哎呦，我的天哪，好痛，好痛！
怎么就他成功有掌声啊？区别对待呢？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感觉郑恺应该有点身份。郑恺有身份，我觉得。所以郑恺有点积极，有点积极，有点赢得太着急了。哎呦天，这么快！哇，这个是痛的。妈妈还在那儿呢，那俩孩子一到半年都过不去的坎儿啊，这是。吹不动了。妈妈呀，不怕打我，你打我啊，打我，你打我啊，啊，凯哥已经到这一轮了，缠住，对，这就可以了。哇，没有断，没有断，迈过了，小心点。行了，第一已经出现了。指压板疼不疼？太疼了，巨疼！因为你一疼，你那个气球就漏了，你知道吗？巨疼，你疼的不行。接下来请第二组做准备。咋的？这么求胜心这么强的都抢跑了？重心不稳。三、二、一。咋
求胜心真太强了。是的。哎呦我天啊，都跑出去了。哎呀妈呀！哇哇哇！啊啊！可以。哇，后来居上啊！哇！真的是间谍界的悲哀啊！对，间谍，真的是间谍界的悲哀。他如果是间谍的话，杀人承受不了这种疼痛。六流好厉害啊！六流，妈妈。哇，这谁记的？沙哥，这是第几个？第二个。沙爹，好难啊！你别哭，不哭。真的疼，是真的疼，不是说节目效果了，真的这么疼是吗？夜拍光线不太够 ，OPPO Reno 来拯救，全新 OPPO Reno 四系列，邀你马上回来。什么都挡不住，重燃2020，一起开幕式！哇，卫冕赛！哇，哇，卫冕赛！哇，哇，哇，哇！这怎么算呢？拿到鼓槌的人的呗。差一点，差一点。沙哥，你刚应该用葵花点穴手把他们俩点住啊！啊，怎么还在这儿呢？我太疼了，太疼了！太疼了，这指甲板啊！哎，我都哭了，老疼了，媳妇儿啊！哎，你一会儿能不能替我呀？你看那表情，你是哪伙儿啊？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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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这没看见啊？不容易，不容易，我都感动了。哎呀妈，太疼了那个。哎，我好害怕呀！也有可能你不会觉得，你想你生孩子多疼啊？不一样吧？不一样，孩子也不从脚底生出来呀。就是。恭喜第二组获胜的是李晨。作为一个将军，
当然要获得比赛。接下来请第三组做准备。媳妇儿，你坚持住啊！我咋看你哆嗦了呢？别动我！嫂子，这跟高跟鞋比哪个难走？我想笑呀，为什么走在他身边很想笑？小竹笋，我恨他！我的天哪，太难了！哇，指压板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我真哭了，疼的我。这只是走，我们以前还有跑和跳的呢。跳，跳。啊！啊！好的。太疼了！我真吹不起来气球，在家就吹不起来。我能不能在旁边给吹了之后放里头？好的。这是谁设计的游戏？真吹不起来。我给你吹，我给你吹。沙子爹，突然间觉得自己有点凄凉，有没有人可以过来背我一下？没有，没有。啊、是不是兄弟？告诉我你的身份，我们就过去。啊！嫂子都叫出海豚音来了。好痛啊！他们两个也太友好了吧，他们俩还在聊天呢。我来了。你来吧，你来吧，你来吧，咱一起。没必要啊。这个我就看不出来了，这个我就。这么估计的话，他们应该都是好人。好人的话就不想上船啊，好人也得上船，都得上船啊。来来来，你先。啊！恭喜三位成员获得了第一次登船验证的机会，请领取你们登船的凭证。去吧。哇哦！三吊钱，三吊钱，三吊钱。其实我不是很想登船。我非常想，实在是太慢了。为了好人的胜利，我还是要登船的。为了大宋的军饷能够及时送出，请登船验证。军粮，我要上船。本轮已经有一个坏人了，是李晨。李晨自己说吧，自己说。只能跟大家说，我是为了大宋的军粮。你这意思，你是将军？我是将军，太假了，这一定是个间谍。陈哥不擅长撒谎，全写脸上。听音乐猜歌名，音乐响起，两队人进行抢答，率先答对五首歌的队伍赢得本轮游戏的胜利。那王老师肯定赢了，赢了。别说，别说，不一定是吧？别告诉他们是吧？低点去，低点去。我想问一下，他们现在六个人。我们只有四个人，那可以，我回去可以，没关系的，我也不会介意这个事情，好吧？坐好。哎，裁判，请把麦放到正中间。啊！
题，请出歌。出歌哦，对不起，听错了。请出歌。跟着我左，跟着我左，右手一个慢动作。现在左手右手慢动作，左手右手慢动作。青春纪念手册，来喷我干嘛？我又没说。你离开这个区域啊！左手右手，青春手册，哎，跟这几个字较劲了，对吧？这个是 TFBOYS 吗 ？Yes， 什么歌？左手右手慢动作。慢动作，你有没有爱上我？左手，右手，慢动作。我爱杜兰。OK， 时间到。结果叫什么名字？青春修炼手册。其实这也不难，主要大家都一片空白了，被他们传染的。下一首歌，请出歌。江南，江南。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哇！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哇！真起了，我还没开始听到音乐，你已经猜到了。今天小鹿的外号就叫一阵陆风，太牛了，太牛了。你们听到音乐了吗？我们听到了一阵风，太厉害了吧！因为我听这首歌听太多遍了，所以就，哇，太厉害。爱与诚，爱与诚，爱与诚。有一题了，有一题，有一题了，有一题了，有一题了，有一题和你哭错不再，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诚心？没有心，只像行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你定是过路人。我跟他合唱过这首歌，对吧？我跟古巨基合唱过这首歌。能来点什么双截棍之类的吗？想你，当我开始想你，拿麦拿麦。Bad boy, bad boy。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有耶！有耶！ Bad boy。你的坏让我太无奈。Bad boy, bad boy。让我对你说拜拜。Boy 啊！你是 bad。是，我觉得是。要不给他们一首《鹅鹅鹅》。第四首，请准备出歌。
娘，哎，五娘，五娘，五娘。哎呀！多了，哎呀，多了。下一首歌，请出歌。我是女生，我是女生，耶！我是女生，我是女生，我是女生，爱哭的女生。王凯丽是女生。没有什么悬念了，我感觉。你要不要放一点冷门一点的，像我的歌啊、郑恺的歌啊、李哲的歌啊这种？对啊，我也唱过不少影视剧主题曲的。主要这名字没起好，一片空白和郑王浩是一个道理。历史又重演，历史又再次重演，郑王浩二号。是我们经历了三十年风雨和三十年的经验，专业造船三十年，兄弟造船厂。郑王是我们两个的姓，对，郑王 number one。加油加油！下一首歌，请出歌。白队已经慢慢追上来，现在已经差距只差两分。
小女巫。现在悬念出来了啊！哇，最后一首，好激烈呀、啊！我跟你讲，真的。虽说我一道题都没有答上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很紧张。我也是，没有关系，我们参与，重在参与。我一道题都没有答出来，重在参与，参与，手心都出汗了。请出歌。第一天。海鱼恋、第一天，孙杨和牛，他很淡定，太厉害了！请叫我中华曲库，谢谢。中华曲库先生。第二项测试，也是测试对华语音乐的熟悉度。OK。啊哈，听歌词猜歌名，歌词将以朗诵的形式念出，听到歌词后答出这首歌歌名，率先答对五首歌的队伍获得胜利。OK， 那这又到我们的最强的，对最博学的一个。我这个难 ，Oh no！ 战似一棵松，精忠报国，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金钟罩，金钟罩，中华有神功，好汉歌，混扫一大片，枪条一条线，中国功夫，一条线，中国功夫。我还跟屠洪刚拍过戏，我对不起你，刚哥。对不起。没关系，再接再厉。请听题，他是悠悠一抹斜阳，多想。杨。耶。祖蓝，你会吧？我会啊，历史这几歌。张扬，黄龄吗？对，黄龄版。呀，我唱过你的。请听题，鹤命有几回合，鹤命有几回合，鹤命有几回合，请听题，鹤
鹤，命由几回合？鹤，命由几回合？鹤，命由几回合？擂台等着。霍元甲。哇，还说唱你的偶像，哎，这首歌不在他这里，你的偶像 Baby 唯一有可能你会答对的歌居然没有答对。小城里岁月流过去，清澈的涌现。好，下一题请出题。我一直很有自信，很有自信啊，很有自信。平昌不怕，平昌不怕，平昌不怕。表白。说说事情告诉大家，有时候粉丝要比歌手更了解。粉丝的力量很伟大，这绝对是粉丝的力量，挺感人的，真的。挺感人，真的挺感人的，挺感人的，我们也挺伤感的。请听题：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木兮兮，木被胆寒，木兮落。不免胆寒，那通失去希望，每日。啊，我会，哎，表战呀！呀呀！说的是。哎呀，这个啊！首歌送给你们，你们励志一下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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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到这个嘴边上了，已经。陈哥，你没事，就这么一首歌还能说得出来？下一首，请出歌。打开心灵，剥去春的羞涩。那个练曲音乐那个音。打开心灵。剥去春的羞涩。五。那个恋曲，春你，相约酒吧，相约酒吧，相约1998，相约九九。说春泥的这个呀，春泥，相约九七，春泥，相约九七，春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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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出题。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存在，存在，存在。Baby
真的，我沉寂了这么久，我终于答对一题，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看。请听题，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即使中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过火，以为过火，哎呀，心酸。哲，会这个不是你年代的歌哎，你是不是假报年龄了？没有，他虚报年龄。你走开了，你走开。好，我们常规题最后一题，优先拿到这一分，哪一队就获胜。如果一片空白队拿到，直接获胜，黑队需要淘汰一人。如果 Man in Black 获胜，我们接下来再进行加时。哦，好紧张。好，常规题最后一题，请出题。请听题。啊啊啊啊啊啊啊！有人答对了，谁？谁？有人答对了。郑恺，郑恺，郑恺，OK， 恭喜一片空白组合获得了本轮歌曲基础测试的游戏，也非常遗憾 Man in Black 这一轮游戏失败，所以你们也进行一轮内投。王祖蓝，你将在这一轮被淘汰。OK 的，好了，你们加油了，来破坏他们，打入他们内部。那边有你的工作服，接下来你就是所有人大家的助理，请好好照顾他们。音乐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接下来要进行第三轮比拼，请去。这个太吓人了，这个不是弹射的是吧？是弹射。会翻吗？会翻。翻呐、别开心的太早啊。欢迎大家来到泳池，又要唱一下先琴彩虹合唱，不想听，不听，没有心情。他们现在一唱我心就疼了。好，不喜欢你们要学会抗压，在这里召唤着你。
感谢我们的彩虹合唱团，其实他们当中并非都是专业的。我们团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来自于不同职业，不是大都是学音乐的，那里边有比如说医生啊、律师啊、人类学博士啊，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人类学博士，对，今天没有来，他在做实验。那我们再次感谢彩虹合唱团，谢谢大家。我觉得未来不要任务卡，就这样颁布任务非常好，歌里头有答案，有玄机，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好吓人啊。八位成员分为两组进行游戏，每组有三位被惩罚者和一位观察者，观察者和专家在聊天时触发指定词语或动作，被惩罚者将受到相应惩罚。聊天结束后对每组进行提问，答对即可获得相应线索。想要成为奔跑侠，光会跑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强大的抗压能力。哎呦我天，都市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话题，抗压和解压的话题，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知名情感心理作家苏晴老师。大家好，我是情感心理作家苏晴。欢迎苏晴老师，接下来老师会和你们共同接受考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们不仅仅要判断出启动惩罚的词语和动作，同时还要在强干扰的环境下记住和老师聊天的内容，而在时间截止之后，我们会对大家进行提问，回答正确的一组可以获得最终的线索。现在倒计时开始。今天跟大家来聊聊抗压的话题。好，我特别想问这个陈赫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其实我们经常会发现，经常会演一些喜剧作品的演员反而容易抑郁。是我太抑郁了。是吗？你听不见陈赫说什么？我抑郁啊，我压力大呀。是吧？哎，你什么时候特别容易抑郁啊？我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啊。孤独啊。发生什么了？按错了是吗？不会这样突然的吧？会，不会。我孤独啊，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啊，我寂寞。你在试哪个话能够让他们下去是吗？我们继续聊啊，继续聊。你知道很多喜剧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就如果你很卖力的表演，但是，为什么呀？表演，表演就要掉下去了吗？我知道了，你们俩聆听的那个状态不对。还不对吗？对，你看邓超一直特别专注的。你看，虽然说邓超什么也没听见，但他在表演听。老师，我问一下，像邓超这种表情是压力就很大，对不对？我觉得对他最好的减压就是他的这个座椅坏掉了，我现在有点崩溃，我真的崩溃了，这是什么？这是我聊过的最残忍的天，我也不知道。我现在都不明白是什么游戏规则。你那个一会儿原地爆炸了。我们这是相对安全的区域，不要找了。这好啊，这个环节好啊，真。我们接着聊啊。哎，你知道那个最近陈赫做了爸爸。好恐怖啊！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妹子们！为什么？我不上去了。邓超，你先坐回去。你们要帮我们把游戏玩明白。我不要玩。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太可怕了。那也得坐回去。
哎，你还没有回答问题，做了爸爸之后会不会觉得特有压力？我是爸爸，就算答案吗？哎，你做了爸爸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回不回答？别聊，说多错多。做了爸爸之后会不会觉得特有压力？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觉得很幸福，每天都很快乐。是吧？解压，特别解压。跟天天跟女儿待在一起，特别舒服，完全没有压力。哎，那我突然想，哎，那我突然想知道你。我说，哎，你平常都怎么解压？这个哎，不是谁坐就弹谁吧，你坐下来，你们这样让我很分神的，我怕我刚上来就下去了。这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人、我上来就是为了下去嘛。其实在解压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虽然大家在刚才现在在玩这个很刺激啊，我没有说什么吧。虽然大家在玩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哎，这个是我的口语是吧？这个习惯我是很难克服。这个就是他。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吧？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真的是你自己说的。这个是这个，我知道的只有这个。那这个是哪个呢？这个你说这个呀？我说是这个。我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死了，还不如不知道。我们接着聊啊！你知道，其实就是多吃水果啊。是多。我觉得我没有说新的词儿。什么？是我懵了吗？刚才不是说，如果你要是在，如果，再来个如果。就是如果在特别寒冷的环境下，也会觉得很有压力。我是如果和水果只要有果。哎，你知道其实那个尤其是睡前的时候，睡前大笑是一种特别好的解压方式。那不会把自己弄得很亢奋吗？没有啊，大笑是一种特别好的老师手别动，好的运动，手别动了，老师你手别动，我求你了，老师你别不要，老师幸福。老师，你真的要把头发稍微捋一下？这样吗？Interesting。我也有神力了。嘿嘿嘿！我还是不画，我怎么会下？我现在有兴趣了。等一下，我现在要搞清楚我为什么下去。我搞了这么久，再来啊！我再来什么？让我下去！我没有办法让你下去。我刚刚都太害怕，我这些全部在害怕，所以我没有记住任何线索。来，让我下去！你要多吃水果和蔬菜才有用。还是没有看到。来，老师你说吧。陈哥太坏了，他这个东西啊，真的多吃水果和蔬菜会好吗？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没有关系，这样可以吗？Keep running。 其实游泳是一种特别好的解压，对。
我们这一环节的考验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开始根据大家刚才的观察来进行提问。刚刚说到的固定睡眠的方法是什么？睡前大笑是一种特别好的解压方式。哈哈大笑，回答正确。Yes， 大家可以获得一张线索卡。我们再次感谢苏晴老师，谢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太棒了。好，接下来我们请下一组队员出战。哎，可不可以我们下来的这个成员啊，当那个播那个的？啊，不乱播。来来来，给一个，给这合着在哥几个手里呢，哥几个哪个是负责沙溢哥的？别，哎呦，这是什么沙溢的是吧？不要溢哥同时别闹啊，别闹，别。下一个话题是关于亲密关系中的沟通。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第二位嘉宾，他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天老师，有请。老师要面临的考验就是，不管现场发生什么，都要必须准确的把信息传递到位。我刚刚看的时候还在担心，因为我知道你受伤了。担心。我今天主要想来谈一谈很简单的亲密关系中的沟通。沟通我们知道都是在沟通。嘉义你可以小心一点。现在我有点压力蛮大的，坐立不安。哎，压力是上一个话题啊、压力是上一个话题啊、我现在已经不敢动了，知道吗？我现在已经不敢动了。不敢动，喷我干什么？接下来啊，我们尽快的把自己的耳朵收完。我们感受到耳朵，其实我们就会听到。我们，我的是主题呀、啊。对。谁都在。如果说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我们要，我们要，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老师，别说我们。你们让沙溢休息一下好不好？他上面的水来不及冲啊。老师别说我了。可是这个词还有什么词可以替换呢？你就说大家，说大家。大家好，大家。看来这个只是一个口头禅，对不对？不经意的一个口头禅就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应吗？我觉得沙溢老沙现在有点太惨了，我想帮老沙试验一下。好，你看我帮老沙试出来了，我爬都爬不动。其实我们讲的沟通就是聊天嘛，对吧？对对对。太棒了，你哥刚才那个反应太绝了。我们这样放一个。不怪你，不怪我。老师接着聊。我们老师，这个你如果说不是故意的，也说不过去了，真的。毅哥，刚才你就像那个在水中的雕像一样，你知道吗？一直在冲着水。我就想讲一讲关于倾听的四个耳朵。首先，第一个耳朵
是观察的耳朵，它是在讲一个客观事实的层面。倾听的第二个耳朵是感受。啊、哦！什么东西啊！我现在也是挺懵的状态。您接着说，没事儿，没关系。真的很痛吧？很痛吧？什么情况？怎么了？接下来，倾听的第三个耳朵，其实简单的一句话里，他也在表达他的需求。我有点担心，有点不满意，不高兴。倾听的最后一个耳朵，就是在表达请求。他在讲的是，今天回来晚了，我有点失望。啊。为什么他每次都不一样？我都没有听到你说什么。我们还没有说呀。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每一次都不一样啊！我这里什么东西？都不一样啊！我这里。您接着说，没事儿。好。继续说，老师。放弃了，算了，我就听听故事吧。我觉得你就在这儿拿个肥皂洗澡吧，真的。你就不要再猜了，没猜了。好痛啊！大家注意观察啊！大家注意观察。我去拿个洗发水什么的，洗洗澡啊，在这里搓搓面膜。郑恺跑了，哎，郑恺反正回上海了。搓面膜。干嘛？你在这吃水果了？准备已经开始。老师，你接着说。我要考察一下，大家是不是在认真听课？老师，这个你要求太严格了吧？这种情况下。